倭瓜保卫战六选手谁赢，规则如下，六个选手挂件都是花盆，而且只种植一排，第四列放一排倭瓜，倭瓜消失一个，游戏终止，谁能保护好倭瓜无伤通关就算获胜。第一个选手已经被踢出局了，第二个能赢吗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兔子失败。方法测试。毒液温度失败。老祖宗失败。冰西瓜成功，你猜对了吗？